丁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表哥去世了，虽然他这个人不怎么样，但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。这不刚看，看你们开着，所以我就进来看看。哦。哦，对了，程英等了你一晚上呢。等我？嗯，好像是他哥来找他说什么照片、钱之类的事儿。 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他在精武台吗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家，你要不赶快去看看他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去啊，我去了。青年哥，青年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在电话里面也没有说清楚，这怎么还涉及那么一大笔赎金啊？山清认识那个记者，说只要给钱就给照片，可是我们几个凑不出那么多钱呀。我有钱。 没赶上，没事儿啊，但就差一点儿。我去的时候，他都已经往报社走了。幸好，山青，辛苦你了，这次又多亏你了。你别谢我了，要谢啊，还是谢文忠吧。他要是赶不过来，我也束手无策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是赶上了。程英，我得劝你一句啊。 你现在有名气了，是明星了，万事加小心。咱们这次是用钱躲过去了，但下次可真就没那么好说了。哦，我会注意的。行了，事情既然已经解决了，大家也都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文忠，你送程英吧，现在黄包车也少了，红颜我送你。那个，我跟你们都不太顺路，那我先走了。 还是不打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？没事儿，在我心里，你能够平安才是最要紧的。还好今天晚上我能及时赶过来。说来也奇怪，我今天晚上虽然很紧张，但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会出现的。最近精武台发生这么多事，我心里面也特别乱，总觉得哪不对劲儿。精武台不对劲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觉得荣哥这整件事都很蹊跷吗？ 一个要挟表妹的无赖，一转眼竟成了林老板的远亲，留在了金武台。所以呢？所以荣哥跟林老板是远亲的话，那林老板跟丁莹也是远亲。但你看林老板有照顾过丁莹吗？完全没有，对不对？而这个荣哥在金武台也是嚣张跋扈，从来没有把林老板放在过眼里。而林老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去管他。不久以后，荣哥就惨死在街头。 不管是金凤也好，林老板也好，完全没有人想去调查这件事情，反倒希望不被人注意到这件事情。有道理啊，但你为什么会把林老板跟这件事情挂钩呢？
说来话长，一个机缘巧合，我认识了一位警官，跟淮安那边有了接触。淮安，你怎么会查到淮安？不好意思啊，以后多注意。难道那次不是巧遇？是他故意设计的？ 文忠，没什么，我现在也没什么证据，等我把整件事情查清楚，我再告诉你吧。可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暂时离林世伟远一点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的。我会用我的方式解开我的疑问，但程英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都不用怕，我会陪着你的。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你陪得过来吗？ 你愿意让我陪着你吗？小月，小月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 你干什么去了？昨天就又晚上没回来，今天大半夜才回来，都不知道你天天在干嘛。原来你在等我呀！我昨天晚上睡程英家了。什么？睡在程英家了？嗯。哎，程英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真是挺险的，昨天晚上程英遇到流氓，是我救了他，后来一直照顾他来着。真的？看你紧张兮兮的样子，我就怕你死在外头了。 到时候连房租都交不了，关心就是关心，还不承认。行了行了，反正回来了，安全就好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小月，谢谢你。别啰嗦了，赶紧去睡吧。 知道了，非得大哭一场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保护他，不能成天只是担心。得有可行的办法才行。你说什么？程英没事吧？没事，高先生已经想办法解决了。那就好。优良哥，我想找你帮个忙。说，你能不能教我开汽车？ 你想学开车？我知道金姐让你接送程英，但是你一个人照顾不了两个人。如果我要能学会开车，就能载你忙的时候接送程英，这样她也能安全点。月亮哥，你就教教我吧。也好，我教你。以后你早点回来，咱们开到外面去叫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月亮，别乱晃。稳住。 平时看你们开车都这么简单，这我自己开怎么感觉这么难啊？新手啊，都这样啊，慢慢来，放轻松，慢点。来，踩离合，嗯，挂档，对，走。哎，方向盘，方向盘，稳住啊！ 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有良哥。别客气，明天早上6点我来这儿接你。真的？嗯，太感谢了。明天见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怎么会有名贵汽车送你回来啊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现在学开车呢，刚才那位是我兄弟。就你这样。 还学开车？等我学会开车以后啊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红妈、张婶儿还有你妈四处去游玩，就是不带你。呸！等你学会那天再说吧。走着瞧吧。你肯上进，有这一技之长，总比当小工好吧。
听说司机薪酬还不错。哥，哥，干得不错。哎，对了，警察局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案子已经结了，不会有任何人去追究了。阿荣周边的人查过了没有？凡是跟他有过接触的人，我都派人盯着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咱们就会有消息。有没有发现一些什么别的东西？这个还在排查，需要点时间。给我盯紧了。哦，大哥。我在订报纸的时候，意外打听到程英惹了点麻烦。走，一边走一边说。是。进来。葛先生，从淮安寄来的信是你的。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好。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啊，看什么看得这么投入啊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一些写小说的素材。哎，你不是在南京还待几天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这才去了两天，程英差点被这个小报记者给毁了。再多待两天的话，那还得了？也是，你看你一走，金姐也不在，这金舞台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这几天辛苦你了，大哥，你跟我还客气。对了，这里有1500块钱，那你先收着。大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程英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？我不能收。程英的事那是金舞台的事，更是我的事。说到底呀，我还要感谢老弟你呀。是你帮我培养了一颗闪亮的新星，让我们金舞台呢多了一个台柱子，这钱你一定要收。其实买底片就花了1000块，大哥你不用给我这么多。这个你要应承那些媒体，还要犒劳你的兄弟山青他们，这钱跟我对你的感激之情比，那可是差远了。收着吧。好，钱我拿着。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写小说。哎，对了，大哥。你走这两天，你那个远亲荣哥意外死了，你知道了吗？我也是刚知道。这种事啊，谁都不愿意发生。不过呢，我让阿全去厚葬他了。眼下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你不好奇他是怎么死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是说，你的远亲横死街头，咱们就这么算了。你不觉得咱们应该去调查一下他的死因吗？怎么，你知道一些内情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。你的远亲他的死因会不会跟你的那些仇家有关？虽然警察局的人说他是打架斗殴致死的，但是我觉得，文忠，荣哥，他的个性我相信你我都非常清楚。他今天闹到了这个结局，说白了，就是因为他多管闲事。多管闲事？大哥，你在说我啊？我怎么会说你呢？不过有一点呢，我得提醒你，
现在世道不是很太平，咱们做任何事情小心为妙。改天我请你吃饭。他这是在威胁我，林世雷和这件事一定脱不了干系。阿全，你去查一下阿荣的死因。查阿荣的死因？不是大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阿荣是我的远亲，他死了，我们不调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嗨，我疏忽了，我去吧，大哥。去吧。啊。回来了，不是说后天才回来的吗？那块地皮出了点问题，我想缓一缓，所以提前回来了。缓缓就缓缓吧，总会找到适合开市集百货的地方。来，喝口水。对了，最近有什么大新闻吗？二荣死了。这个我在南京就听说了，还有呢？没有了，其他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了。怎么我们金舞台改了规矩，让演职人员陪酒去了？我听说程英被人灌多了，差点遭人强吻，并且被挟持上车直奔酒店的时候，还被拍了下来。这难道不算大新闻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只是在金舞台举办了鸡尾酒宴会，至于程英被人强吻，你不说我都不知道。你没听说？你知不知道这些照片如果被刊登出来的话，它的结果有多严重？在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人却不见了。明明是用几个钱就可以处理的问题，你却没有处理。哪怕是让大哥找几个小弟威胁一下，他们敢把这些照片刊登出来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于红艳啊去找文忠，让他帮忙筹钱把照片给赎回来的？急什么呀？我昨天身体不舒服，去我大哥那里休息了。再说了，就算程英这个照片刊登出来又能怎么样？程英是我们金舞台的台柱子，他名誉扫地了，这个损失你我承担得起吗？我能跑红一个程英，我就能跑红第二个第三个，你至于为了他对我大动肝火吗？这是金舞台的大事，一定是你觉得我喜欢程英你妒忌，所以在金舞台故意把他灌醉，让人有机可乘。你见死不救，故意躲起来让他求救无门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说的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你看看你现在对我的样子，我的顾虑才没有错吧？你有什么顾虑？你心里清楚。我再问你，是不是这个法国人说要给程英买房子？是又怎么样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，法国领事馆官员失足溺水身亡了。哎，我看看。哼，还真是。你们说这最近怎么回事啊？这荣哥才刚死没两天，又有个法国人淹死了。这几天是不是鬼门关大开，要死一波人呢？哎，不知道，反正最近外面呢是不大太平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吧。给我看看。哎，这法国人长得好眼熟啊，还跟程英喝过酒呢。我跟你说啊，
一般客人来，金凤姐都不让咱们喝酒的，唯独这个法国客人来的时候，金凤姐还劝酒的呢，肯定是个大人物。干杯。快给我看一下啊！失足溺水，说的好，怎么可能这么巧？是吧？肯定是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出去透透气。程英，哎，黄小姐，我正找你呢，林老板叫你过去一趟。哦。林老板，进来吧。怎么才几天不见，用这种表情迎接你老板吗？先坐吧。还在为照片的事情担心啊？好在事情得到了控制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这种事以后在金舞台绝对不会发生了。今天的报纸您看了吗？怎么，你是想跟我说那个法国人的事？想问您一句，您别介意啊。你说。他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？程英，你要记住了，你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没有人敢碰我的人，哪怕是动一个念头都不行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今天酒会的主家是永茂商行的陆大班，他是金舞台的常客，也是你的知音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计划一下？喂，林老板，小姐说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，请您早点回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您刚来就要走啊？我得回去一趟。哎，对了，我送给你的项链呢？啊，那条项链太贵重了，平时我不舍得戴。今晚必须得戴。还有，以后发生任何事情，记得先来找我，不要再去麻烦高文忠了。知道吗？哦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去吧。阿娟，忙着呢。又出去啊？啊，你说现在整天见不到你人，你忙什么呢？别提了，之前啊是忙大哥的事，金姐的事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程英。不说了，我得走了，金姐啊还让我送点东西。林老板让我买了点东西让你带给程英，我拿给你啊。好。来，给。好，0943。山青说绑架我的车牌号就是这个牌号。你说如果当时那个绑架他真的是……你确定你没看错吗？如果这个绑架真的是他设计的，那这盘棋下的也太大了吧。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在想，如果那个绑架是假的，那他冒险替我挡那一枪也是假的，那我到金舞台上班这一步步全是他设计的。哎呦，我真是不敢想，太可怕了。不是，我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，你这想法足够把凌世维推向另一个极端。如果你的想法是真的，他现在跟程英走得那么近，你怎么跟程英说？所以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，什么都不能告诉程英，他知道的越少也就越安全。
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先少跟凌世维接触吧。我需要一些时间再想一想。要不这样吧，如果你怀疑他跟那两个命案有关系的话，你先跟你爸说说，说不定他有办法。当初是我执意要去金武潭的，他劝了我好几次，我都没听。如果这时候告诉他，他一定会让我立刻离开金武台，远离林世维的。我离开金武台了，程英怎么办？她一个姑娘家，受林世维的赏识，却对她一无所知。如果我走了，谁来保护她？也是，如果让你爸知道了，说不定以后你连程英的面都见不着了。所以咱们这时候只能按兵不动。再仔细想一想吧。不是你叹什么气呀？你说如果林世维真不是好人的话，那鸿雁是不是得换个工作了？这跟鸿雁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别再给我添乱了，已经够乱了，行不行？去去去去，一边待着去，别烦我思考。文卓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怎么了？法国领事馆官员失足溺水身亡。一定是林世维干的。一定是他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现在跟程英说去。哎，文忠。程英。你怎么来了，文忠？我想跟你谈一谈。改天吧，我赶着去参加一个酒会呢。跟林世维一起去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去了，他太危险了。一个酒会有什么危险的？好，我把我知道的东西全都告诉你。林世维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的。我之前没有跟你说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背后议论别人。可是现在你跟他走得越来越近了，我没法不跟你说这些话了。但是你要明白，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因为要跟他抢你，而在背后诋毁他。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东西全都告诉你。至于你的选择，你自己做主。你到底知道他一些什么事啊？他可能杀过人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十足的证据，但是我有九成的把握。文忠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林世维跟荣哥的死可能是有关系的。前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从淮安来的左警官，他到上海来就是来追查荣哥的。会有这样的事？而这个左警官跟荣哥在同一天死了，而林世维就在那两天恰巧去了南京，这一切是不是太巧了？左警官。老爷，怎么了？巡捕房的左警官想见林先生，如果不是他们冒失，绑匪只是要钱，怎么会搞到开枪这个地步？我跟他们没什么可说的。这个左警官在临死之前告诉我一个故事，他跟我说林世维常跟人们说的他的妻子跟妻妹溺水身亡的故事，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意外，那很有可能是跟林世维有关系的。左警官在那些绑匪身上找到了林世维的戒指，所以他开始怀疑绑匪跟林世维的关系。据他的推测，林世维很有可能是绑匪中的一员，所以他着急拿着钱离开淮安。只可惜遇害的妻子和妻妹已经不在了，没有证人。不然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一定可以帮他们查个水落石出，还秦家一个清白。不。她们两姐妹没有死，都已经埋名的活着呢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这是林世维。有良，
这不是孤儿院的秋姐吗？难道她就是秦家大小姐？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的？因为我就是她的七妹。十年前，我跟我姐姐不幸溺水，还好我捡回了一条命，被青田哥还有程大娘救了上来。我隐藏身份，只身来到上海，考进京舞台当什么新星？其实就是为了来找林世维报仇的。可是左警官跟我说过，秦家二小姐根本就不会说话。可能是老天有眼，想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吧。我死里逃生被救上来之后，就突然会说话了。所以我来到林世维身边，没有引起他的怀疑，就是因为这个。秦家二小姐，把你的身世、你的委屈全部都告诉我，我跟你一块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文中，你还记得有一次在林世维的书房遇到我吗？其实我是想躲进去刺杀的，差一点被他发现。还好当时你帮我解了围。后来，有良哥知道了我的身份，知道了我跟姐姐的遭遇，也知道了林世维的真面目。他劝我不要轻举妄动，让我慢慢去找证据，揭开林世维的罪行。可是既然你是当事人，你为什么不到警局去揭发林世维呢？我曾经回到家乡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老家人，证明我的身世。回去之后才知道，当年我跟姐姐溺水之后，林世维就回到了我的老家，告知死讯，还变卖了我们家的房产、田地。他把大部分的钱都分给了佣人，所以他在我们家乡的声誉特别的好。而那些拿了钱的佣人，早就四散离开了。在我们家守坟的老人，也中风不能说话了。所以现在，根本就没有人能证明我的身世。我也找不到任何林世维当年夺产杀人的证据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怕了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后来我遇到了我的姐姐。可是她现在也变得失忆、失智，活得生不如死。这下我全明白了，程英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身上背负了这么多，我真是后悔之前我怎么还能骂你呢？文中，你别说对不起，我知道你骂我，也是不想让我走歪路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，你身上背着这么大一个仇？每天还要去面对林世维，这得有多痛苦啊！文中，其实我今天能说出来，我特别的开心。因为以前，我面对着你什么都不能说，我特别的难受。可是我真的不能说，也不敢说。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了。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会理解你、支持你、保护你，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其实，荣哥的手上可能有一份林世维的杀人证据，就是因为有这份证据，他才能肆无忌惮地要挟林世维。你能想一下？这可能是一份什么样的证据吗？没关系，只要有这份证据在，我们就有希望。你让我回去再好好想一想，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文中，谢谢你。我其实特别不想连累你，不想把你带到我的仇恨里来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傻话呢？我是心甘情愿的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会一心一意的帮你。但是，我也要你答应我，不管你再想从林世维身上找到什么证据，
你都要清楚，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我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，也无从下手。当年和这件事情有关联的人都已经死掉了。荣哥虽然死了，但他知道的秘密不会这么灰飞烟灭的。我觉得我现在要去找一个人了。哎，高先生，你来找程英吧，他跟令老板参加酒会了。我没想找他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啊？干嘛？什么事啊？那个荣哥，他生前有没有告诉过你什么秘密啊？什么秘密啊？他之前在金舞台不是一直叫着什么把柄把柄吗？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表哥的事我一概不知。不是这件事情对我和我一个朋友来说很重要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丁莹，该你上场了。来了来了，高先生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要来问我了好吗？我马上上台了，再见。丁莹，他之前在金舞台不是一直叫着什么把柄把柄吗？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什么？你信不信我掐死你？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。我把我身上所有能卖钱的消息全放他那儿了，包括你杀人的证据。你是说文中在调查林世维？嗯，太好了，有文中帮忙，就更有希望找到林世维的犯罪证据了。我是看出来了，文中啊，可是真心对你好。以后咱们在金舞台啊，可以里应外合了。但愿能够快点找到吧。既然文中那儿已经有了一些线索，咱们就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可是现有的这些证据拼凑起来，只有知道真相的人才能去联想。要是真的放到法庭上，恐怕只会被别人说成是胡乱联想、编造陷害。证据不足啊，也别太心急了，咱们一步步找，总会把这个证据拼完整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对了，金凤派我去送一个南京的客人，可能这几天不在。好，我一有空就会去看我姐姐的，你放心。谁在唱这忘情歌？此曲一点一滴随心扉，一边唱一边在想，有谁能懂这伤歌？听到你唱这首歌，心中莫名多了些伤悲。怕是谁曾让你心碎？我爱最伤悲。
为情曾爱过，为爱去恨过，最后只剩下罪过。